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 DIY 创意与灵感。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我们是想用到我们最新得到的彩笔，然后这边的彩笔呢是我们这个12色的，可以发出这种闪亮亮光的一个彩笔。里面的这个彩笔呢是有各种各样非常鲜艳的颜色，然后我们今天呢是要跟大家画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涂鸦，然后会需要用到我们的尺子，会给大家画出各种各样的一个格子菱形的一个纹路，然后呢画出来的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的炫酷。那么我们可以先来试一下，给它呢画5个小格子，然后我们这边可以随便用哪一个颜色，先用我们这个小的黑色的水笔，然后给它呢大概5个格子就画一条线。我们这样呢可以把它斜着，然后画出了非常多的菱形。在画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就是这边5个，然后这边5个。每次画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数错。我们画好了之后呢就基本上打好了我们的底。打好了底之后就可以用我们的颜料笔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水彩笔呢给它进行一个涂色。我们这边选出了是这3种。我们可以随意的呢把它这个颜色给它进行一个填涂。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在下面给它进行一个贴图，这样的话呢，还可以给它进行一些装饰，比如说如果你画好了这张纸呢，然后作为一个书签或者是活页夹，然后都可以夹在我们的本子当中。在下面呢，可以写上它的一个科目，或者是写上它的时间，然后写上各种各样的标签，都可以用它这下面这个小的标签纸呢给它进行一个填图。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会让你的本子更加的生动，更加的具有这种属于你的一个气味。希望你能够喜欢，然后不要了给我们频道一个订阅，我们大概每天每周都会有视频的更新，如果有订阅的话呢，就能够及时的收看到我们最新推出来的一个视频。也可以在视频下方呢留下你们各种各样的个愿望，比如说想要看到什么样的视频，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手工制作，什么样的一个废物利用，什么样的一个旧物改造等等，都会在视频下方写信留言告诉我们，我们都会仔细的观看大家的一个留言。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希望你能够喜欢，不忘了给我们点赞、订阅和留言，那就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看得愉快，我们下期再见喽，不见不散，拜拜。